好，我们看第三题哦。他说，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球体，那么航海学当中啊，这个把赤道的跟地线夹角呢，这个一分的两个距离呢，我们把它定为一里。哦，一里。OK， 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画图好不好？画图，这样比较能够加深你的印象。好。你看得出这个吗？这个是个立体的那个球哦，哦，立体的球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的意思是说，假设这个是圆心，球心，地球的球心啊，哦，然后它把这个赤道的部分，比如说这两边，它把这个夹角啊，这个夹角一分的地方有没有的这两个距离，这个距离的嘛，定位就称为一里。然后加这个夹角是一分哦，哦一分不是一度哦，是一分的部分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怎么算？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带去把那个一分换算成这个角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吧，一分等于啥？一分，一分是不是等于这个一度的360分之？对不起，一度的六十分之一，对不对？那是多少？一分，一分的话是六十分之一的话，应该就是六十分之一乘以180分之π，对不对？是一分的部分嘛，对吧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弧长怎么算？弧长还记得那个弧长？我们记得刚才前面讲那个公式吗？那个 AB 五的弧长怎么算出来？五就等于 r 西塔吗？对不对 ？r 是多少？就是半径，半径就是6400，哦，6400。然后乘以这个西塔，西塔是谁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60分之1乘以180分之π，对吧？好，哦，OK， 好，所以答案算出来就等于27分之16π。好，27分之16π，这是它的那个一里的那个长度。那他说一里就等于它嘛，那不是等于这个吗？对不对？就等于 t 乘以π吧，所以π就出来，t 就出来 ，t 就是27分之16，哦，27分之16，这样子，会了哈。